好，继续再看到农委会动植物防检局推动的植物医生制度，有效降低用药的风险。那么今年度呢，花莲县分别是有吉安以及瑞穗两个乡镇，农会是申聘了植物医生来驻点服务。而瑞穗乡农会年仅25岁的植物医生彭新维，是本科系毕业的，他亲切、有耐心，并且专业的植医服务，深得老农民的心。人生病了看医生，动物生病了要看兽医，那植物出现病害了，有没有专门的植物医生来诊断呢？一个病例啊，对，以后也可以。植物医生彭新维初步诊断，但却仍不放心，跟老农民预约要亲自下田区来查看。才刚进驻不到半个月的植物医生彭新维，根据了农民口述病害情况，比对图鉴诊断，或者仔细查看农民手中的病害植株，为农民解忧。专业又贴心的服务令老农民折服，连连赞许。我要看医生啊，医生要到我的家去看，到我园里去看。哇，那么好的医生。对，那么好的医生，对啊。那么好的医生到园里去帮我参考看看，不能种那么多，都浪费我时间。要找医生了。瑞穗乡农会争取获得农委会防检局植物医生进驻示范计划，申请聘用植物医生进驻服务。年仅25岁的植物医生彭新维，屏科大植物学系毕业，远从新竹而来的他，除了是协助偏乡农民，也由于瑞穗作物丰富多样，更能学以致用。就是我也是边看边学啦，我还很菜，在这个业界中还有非常多前辈。其实就是不敢说跟他们一样，但是希望自己不会说没有帮到大家，我最希望就是帮到大家。瑞穗乡作物种类繁多，不论是茶、咖啡还是文旦、果树、水稻、蔬果等等，过去当作物发生病害时，农民只能凭经验用药防治，疾病乱投医成效有限，因此农会就特别争取申聘植物医师协助农民，也保障消费者的食安。4月26号，我们的植物医生就已经进驻我们瑞穗乡农会的这个供销部哈。那从周一到周五，那不管农户有任何的这个疑难杂症，都可以带着你的植株，有生病的植株哈，到我们这个供销部来，让我们植物医生来做诊断。农委会防检局推动植物医生制度示范计划，全台总共有40多位的植物医师参加，花莲县分别有吉安以及瑞穗两乡镇农会成功申办，借着植物医师的专业诊断对症下药，降低台湾农民用药量，保障农民身体健康，也保障农产品的饮食安全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